脚踏，清客都在那边排水了。那张无缘呢？这两份资料，这两份住民的资料是来自于长照管理系统里面的。那长照管理系统一定也是你们机构的人进去批的嘛？对不对？所以我那不然简单这样问好了，这几个人他们入住的时候有没有填？你们一定会有入住同意书之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清客都在那边拍摄了，那招无缘人，如果发过量的话。